好，我是赢多久中文版的 Joseph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LG 最新的 L7 第二代的手机哦，那它采用的是高通的8225的一 G 双核心处理器。那屏幕的部分呢，采用的是1.3寸的 IPS 屏幕，前置镜头这部分呢是30万画素的前相机，那背后呢则使用的是800万画素的自动对焦镜头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下面有一个它的补光灯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它的喇叭，然后整个背盖的材质呢是属于塑胶咬花的材质，所以感觉起来是塑胶感比较重。那我们看到侧边的部分，这边除了电源键，右边部分有电源键外呢，左边这边呢还有一个快捷键，可以自行设定想要快速开启的程式。那下面呢则是它的音量大小键。那其他的程式部分呢，就跟LG 现在一系列的程式相同，它上面有一些快速的启动列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现在 LG 现在看到每一台手机它都有搭载了 NFC 的功能，无论是高阶到低阶都是一样的。